除此之外，还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吗？计划吗？嗯，也没有，就找去找回啊。比如说练书法什么之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好的学习啊，好好的进修。那家人部分都交代好，安心了吗？嗯、有，都交代好了，都交代好了。就、嗯、想说顺便锻炼个身体之类的。会了，会啊，比较有时间。上班多久？啊、哦，啊，我这啊。我北亚部，哎，大关心点，什么事跟我哥联络？好了，好，大家谢谢啊，好、哦，快来啊，好，我们记者朋友，里面就不要再拍了，里面不要再拍了，里面不要再拍了。所以家人都有安顿好这样子。不啊，今天怎么会这样子穿着打扮？啊，哎呀，要进来执行的，我们就简单处理。哎呀，嗯。王建啊，哎呀。连总要进去报道了，要不要再帮我们最后讲一下、啊？哎呀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！哎、哦、呀，那这次手上有带什么东西？我的行李，啊，我的要用的东西。可不可以分享这次买了哪几本好书？我买那个稻盛和夫先生啊，还有洛克菲勒先生的。哦，都是企业家的。对，买十几本。对。除此之外，还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吗？计划吗？嗯，也没有就。找去找回啊，比如说练书法什么之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好的学习啊，好好的进修、嗯。那家人部分都交代好，安心了吗？嗯、有，都交代好了，都交代好了。就、嗯、想说顺便锻炼个身体之类的。会了，会啊，比较有时间。谢谢你书可以秀一下吗？快啊！谢谢，现在谢谢，拍手拍手。那、啊、看到这么多朋友来送你，有没有很感动的？谢谢啊，感谢啦，哎，拢感谢啊，一挂好朋友，哎呀哎呀，啊，把咱送啊咧，哎呀，谢谢。然后提到说，你已经有累积一些分数，是不是？所以是觉得应该可以很快就可以出来这样。没啦，嘛是去配合，配合感受会掉咯。一起出比赛。就配合监所的那个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我要报道。好，那我们那个东西你都拿上去，我们到那个二楼二零张外面等好吗？好，阿伯，我直接报道，我东西就提着嘛，哦。对。但是我拍摄员，我进镜啊，进镜员我好近哦，你刚在耍。所以讲进镜啊，双证件拿无贴点，没有，我不能搞，我紧的哈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先拿你的东西。他、啊、到二楼二零张外面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就请朋友们进。对。然后出去，然后上面现在上面，你怕你看到车尾的话，等一下。好，上班多久？好。啊，温姐啊，啊，北阿妹，我北阿母，哎，我到外景点。你有看到后面吗？车尾的北阿母啊，啊，温北母啊，哦，北阿母姐，哎，先，他现在进去了，好。来找我吗？对，好，兄弟。怎么样？他上车去。好了，班长。哎，好了，兄弟，你被子啊？啊，你保证我，好吧？哎呀，还有什么事跟我哥联络？好了，好，大家谢谢啊，哈，慢慢来啊。好。哦，那我们记者朋友，明天就不要再拍了，不要再拍了。